简单的嘞。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废话，当然啦、啊，我很期待超久的、欸。哦，那你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吗？就快开始啦、啊，怎样？你要干嘛？就没有啊。傻眼，不要跟我说你现在要去买东西吃哦。啊，我真的很饿呢，跟我去买一下，不会怎样被人发现。不要啦，你嘴巴那么会漏洞，等一下跌到处都是怎么办？场内禁止饮食。好美啊，不吃就不吃啊。哎，林姐，我偷偷跟你说。怎么样啊？我现在肚子好痛，真的好想去厕所来一发，我快忍不住了啦。你问题很多哎，我可以去啊。厕所在你的右手边。哎，这个镜子也太亮了吧？谁这么会打扫啊？我赶快拍拍。哦，白痴啊，干嘛开闪光灯啊？是媲美哦，赶快给我关掉哦。场内请勿开闪光灯。哎，就快开始了啦，我赶快回去坐好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北北打电话给我。手机请关机或震动。好美，我关了没？哎，你看那谁啊？他长得好眼熟，他长得像金城武。哎，我说他哎，他就像权力的法杖，管理我们大大小小的事情。没有他，我们就不能办今天这场活动。他就是社团组长，让我们欢迎徐成义组长亮哥，请亮哥从右手边上台，左手边下台。谁吗？是谁啊？他们总是卖力的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，然后传到给我们各式各样的知识。他们就是众所皆知的康联大哥姐，请康联大哥姐从右手边上台，左手边下台。喂喂，哦哦，我大哥，各位，太紧张，各位家长师长，各位 No Name 的小姐们以及 No Name 的亲朋好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康复联盟，我是康复联盟的社团志工服务队的正式工，我是年年，那我一直在旁边是我的翠迪兔大哥以及玉米大姐，那今天很高兴能够代表康复联盟来参加 No Name 康复社的社庆，那。这个是康复联盟准备的一个小礼物，小礼物。好，那这里面呢是，就是很精心准备的，像是很多的，像是高倍的毛巾，还有一些我们想写给诺念康复社伙伴们的话。那我想说的是，我觉得能在这个时候办社庆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，因为我们经历了，像去年我们经历了疫情。所以很多很多的社团都没办法举办社庆，但是因为康复社，因为康复精神，让我们持续到现在都能维系的这个社团情感，能够在这边继续的把社庆把它办下去。去年没有办到社庆，我相信台下的学长姐可能在这个时候会觉得心中有点激动，所以我想跟台上的这些正要举办的伙伴们说。加油！你们承载的是两届的梦想，两届的梦想终点站，以及农林康复的几个字。康复就是健康快乐的使人健康快乐，也在这边希望我们会有一个非常快乐的下午。最后的最后，跟大家借大家的掌声跟尖叫，我们一起预祝农林康复社社庆大成功！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康联大哥姐。
在乎，在乎上路会被警察逮捕。I realize all the time。每当我们遇到困难或是要改进的地方，总会有人立刻跟我们说，引导我们，也和我们一起享受快乐。这个神秘人就是我们的指导六四大姐，请六四从右手边上台，左手边下台。家长、友社以及康复联盟的伙伴，大家好，我是康复联盟社团志工服务队六四大姐，同时也是 No Name 康复社的指导老师，很开心能够陪伴他们走到今天的梦想的终点站。那很多家长可能会想说，为什么康复社的小朋友都要一直玩社团啊？但我想，我们想要表达的是，今天的这场演出是希望能够让家长能够知道他们是如何用力的、努力的来完成他们这个让他们发光发热的舞台。那也希望大家能够享受今天的美好下午。那再次感谢大家能够前来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六四，这些人是我们的避风港，不管是大大小小的事情，总是在前面保护我们、引导我们。这些人就是我们十届学长姐，请学长姐从右手边上台，左手边下台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No Name 十届学长姐，然后这一场社庆，他们一路上非常的辛苦，然后他们也很努力的把它办起来，所以希望各位在等下来的表演，可以不要吝啬你的掌声跟欢呼声，帮他们多加一点鼓励，然后再次谢谢大家前来观看这场社庆，谢谢。传统撑起了 No Name， 如果没有他们，我们就不能更光荣的站在这个舞台上。这些人就是我们的历届老人，请老人从右手边上台，左手边下台。谁将要能办到？没有动的动物，你别换太多。哦，伤心人别听满歌，那听什么？就听我荡起荡起，把你解散。我多次都知道，你不懂我懂，真的是说白了梦的我，说想吃饭的自动。大家好，我们是那个 No Name 的老人啦、对，然后。他们这个社庆就是准备很辛苦，因为我们也都有办过，所以各位等一下，那个对，就是该尖叫的时候尖叫一下，该拍手的时候拍手一下，给他们多一点鼓励哈。好，赞啊，加油 ，Go Go Go Go！ 中想做的事，谢谢爸爸妈妈这些一直保护我们的大山。当然还有一起办过活的友社，没有你们就像缺了一角，少了你们一个都不行。谢谢你们让我们在每一个活动中都留下深刻且美好的回忆。谢谢友社。就快开始了啦！你还有错过我就死定了。那就让我们开始吧。